起来关注一组文娱多看点。来，我们现场响起掌声。首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空来参加我太太的这个新书发布会，也更感谢大家一起来陪她度过这45岁的生日。第三本新书《正式面试》又有老公孩子陪在身边一起庆生。发布会当天，翁虹俨然事业生活双双得意，羡煞了旁人。不过当您得知他已经45岁时，是不是也跟小兵一样吃了一惊呢？如果你要问我整不整，我现在还没找到要整的地方，如果找到了我再考虑，可是我也挺怕疼的，所以我可能几率不大。